我告诉你啊，这王爷被林北西给捉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我正在想办法救王爷，没想到遇上你，真是太好了。我遇到你才好呢。我遇到你好，我遇到你好，是我遇到你好。哎呀，我说，什么？拿着。什么？玉玺。玉玺啊？不是听安然说这玉玺被圣州刺史洪峰给骗走了吗？嘘，洪峰跟林本熙他们是一伙的。啊，一伙的。是说来话长，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拿着玉玺想办法救王爷。对对对，有了玉玺就好办多了。总之全靠你了，我先回去，免得他们起疑心。行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好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不在房间里睡觉，你去哪儿了？人家刚刚在睡觉，然后就很吵很吵被吵醒，然后人家想回去睡觉，然后就被你叫住，人家想去告诉小姐。你少啰嗦，我现在是问你刚才去哪儿了。人家说过了啦，人家刚刚在睡觉，然后就很吵很吵被吵醒，然后人家想回去睡觉，然后就被你叫住，然后呢？你别说了，你的屋子在那边，你从这边出来。你不是说在屋里睡觉吗？啊？人家在厨房睡觉，人家本来想熬汤给小姐喝，可是我还没上，人家又睡着了，然后就好吵好吵被吵醒了，人家就想回房间睡觉。然后被你叫住啊，人家想去告诉小姐没有汤喝了，可是你又不让我去。哎呀，说了半天没说清楚啊。这这这这这这那么凶。哎，哼，站住。又干嘛啦？给我搜搜他，看他偷东西没有。等一下，人家听人说什么男女不亲，不亲哦。搜他。是是。有没有啊？什么也没有。没有。你当人家痒痒，人家去告诉小姐。去去去去吧。继续搜。是是。老爷，有什么东西被偷了？龙戏。哎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啊！打死你！你是怎么当管家的？竟然在我的府上被人潜进来偷窃！小人办事不力，求老爷放过小人。不对呀，他怎么会知道我这里有暗格秘密？他为什么只偷走玉玺不偷走别的？这肯定不是一个普通小贼。哎呦，老爷，虽然我没有看清盗贼的容貌，但是在他逃走的时候，我看他对府内的环境很熟，我想他十有八九是府内的人。你是说府上有内奸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，尽快把他给我找出来。下次要是再出什么事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小人知道，小人知道。哎呦，玩了一天没歇过，这位爷的劲头可真大呀。这位姐姐她说她要赏我们，怎么不提这茬了？要不咱们把她叫醒吧。走走走。大爷，醒醒啊。大爷，醒醒啊。谁啊？醒醒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起来喝酒啊。喝酒啊，喝酒我喜欢啊。行行行，来来来，喝酒好。喝酒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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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人，好好，喝酒，喝酒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啊，坐，哎呀，好好，啊，大爷，喝酒。
酒。啊，不不不，今儿个我喝太多了，我喝不动了。大爷玩得高不高兴啊？高兴高兴高兴。大爷，您答应我们的事儿呢？什么事儿啊？赏钱呢？大爷，你打算给我们多少赏钱呀？啊，钱有有有，钱买。大爷，你到底有没有钱呢？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大爷，我有的是钱。大爷，大爷，哎呦，姑娘们伺候的好好好。小娟儿啊，小红啊，都好，他们都好。大爷高兴就好。大爷啊，您看这姑娘们也陪您一天了，我就好酒好菜也招待着，是不是？行，赏点银子。哎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嘛。多少银子？没多少，没多少，总共才50两，再给您大爷打八折，就收您40两吧。40两？不贵不贵。啊，40两。怎么着？我多加一倍，80两，多的算是给他们的赏钱。哎呦，快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快把银子拿出来呀！待会儿啊，我再吩咐厨房给您添点菜呀。好，别急啊。拿上这个，上刺史府找林本熙，叫他给你银子。这个行吗？把那个妈字去掉。哎呦，大爷啊，您竟拿我开涮，这玩笑啊，开不得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你叫林本熙看看啊，到时候你就要多少银子，他给你多少银子。哟，这位大爷，您是刺史的什么人呢？您不说清楚，我就是长十个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去呀。我跟他那是素不相识，不过他认识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呀？都大胆，这是皇上的御印，不得无礼。大爷，您开玩笑吧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你快去呀，别耽误大爷喝酒。你们别愣着，去这宝贝儿，把衣服拿来给大爷穿着啊。来，喝酒。来，吃菜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快开门呐！老爷，老爷，有没有人叫你？老爷，谁呀？老爷，是我鲁西呀。三更半夜的，有什么事儿？老爷，您开开门，我有紧急情况向您汇报。哎呀，进来吗？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呀？有明天说就来不及了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你看，这什么呀？怡红院的老鸨刚刚送过来的。快，集合人马，去怡红院。抓我，抓我，抓我！我抓你，小娘子，在哪儿呢？这儿。我抱，我抱，我抓，我抓你。在这儿呢。要什么呢？没抱着。你在哪儿呢？又没抱着，这是。我在这儿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小美人，我知道你在那儿，你跑啊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，我天啊！这个高的美女，小宝贝儿啊，小宝贝儿，怎么还有胡子？就是他吗？就是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你管得着吗？哟，那口气还不小的，知道问你话的人是谁吗？知道，不就是林刺史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得去找你呢。说，你把我们安义王怎么着了？原来是和那几个骗子一伙的。玉玺呢？玉玺在我身上呢。拿出来。拿出来。玉玺那是我们安义王的，凭什么交给你们呀？大胆小贼，玉玺从何处偷来的？还不从实招来！哼。
笑话。这玉玺本来就是我们王爷的，是被别人偷走的。玉玺嘛，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的啊，是谁的自然就在谁的手里了。简直一派胡言，哼，给我拿下。是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给我搜。是。哎，你敢动我？哎呀，你别隔着我呀。哎，老爷。这玉玺乃镇国之宝，怎么会在你这种市井无赖的手中？说，阮叔，从何处何人到来的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们这本来就是我们安邑王爷的。还敢嘴硬，把他给我带回去，我要连夜审理此案。你们凭什么？你们凭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们这样，要是皇上知道了，非剥了你们的皮！我告诉你们，快走，走！老爷，林半仙，你小子别后悔，你等着！哟，你小子到这个时候还嘴硬啊？啊，等到了刺史府，包皮抽筋的是你，小子等着吧！你以为爷爷怕你啊？你放开我！你就是镇远大将军韩江吗？正是，我就是镇远大将军韩江。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李文虎，就是我派人给你通风报信的。哈，原来通风报信的就是你呀！如今，老爷为何不走了？镇远大将军韩江来了。镇远大将军韩江来了。丰州刺史林本熙拜见镇远大将军。原来是林大人啊。镇远将军深夜到此，不知有何要事啊？啊，我听说安邑王来到了丰州，所以我特别来保驾。对，就是他把那个安邑王爷囚禁在他那个大牢里面。林大人，你为何要囚禁安邑王？韩将军千万不要听他的，他们可是一伙骗子。骗子？他们是不是骗子？林大人，只要你交出安邑王让我见一遍，不就能够清楚了吗？这个林大人，好，就请韩将军到府上一遍。好，有劳林大人了。鲁西啊，老爷，咱们走。王爷，末将救驾来迟，让王爷受了委屈，实乃死罪。不知者不为罪，本王不会怪你的。起来，起来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下官不知王爷身份，多有得罪，还请王爷治罪。哎，不知者不为罪，本王不会怪你的。起来，起来。多谢王爷不发之恩。王爷，下官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桌酒席，一是为您压惊，二是呢，为了谢罪。端上来呀！哎，鲁西，赶快去备酒菜。是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需要休息了。王爷说要休息了啊。也好也好，鲁西，还不赶快去准备客房？是是是。王爷，末将军务在身，不便久留。若有事情，及时通知末将，末将适当保护王爷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你既然有事，就先回去吧。遵命，末将先行告退。嗯。王爷，请。艾儿啊，怎么没有见到文香呢？林大人啊，林大人，那个酒菜呢，您就送到我房间里来啊。是。嗯。文香，这里
是你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会被人看见的。你干嘛用这种态度对我？你不想见我吗？现在不是见面的时候，你快走吧，走吧。文香，你不要赶我走啊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你不要让我离开你嘛。你是傻子，你是王爷，我是丫鬟，要是让林本熙看见了，他会怀疑我的。我就是傻子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如呢，你让我和你一起查你爹的案子吧，不要让我再离开你了，文香，不要让我离开你嘛，好不好啊？你好啊，等我干完活以后啊，我们就来玩犯人，还要小姐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做犯人，我做牙差。不要，你当犯人。这样吧，我们两个人做牙差，你家小姐当犯人。好，小姐当犯人。不快点干活。快走，去玩嘛，抓你家小姐。哎呀，玩你个头。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嘛？文香，你干嘛无端端的在这里做丫鬟，也不和我们在一起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要查林本熙贪污在银的证据。哦，记得。那我们两个人就是牙差啊，林本熙就是犯人喽。哎，还有哦，我现在叫小翠，千万不要叫错哦。小翠，嗯。小翠，小翠啊，小翠啊，好啊，我来当犯人，你来抓我啊。又可以玩了。不对啊，你不是说你要做牙差的吗？哦，你是牙差，我是犯人，来也行啊，我来了。我来抓你了，别跑。我抓老爷，我听不到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抓住他。哎，王爷，你追我们家丫鬟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抓住他让他走呢？抓住他，你抓他干嘛呀？他是一个犯人。犯人？哎，我们在玩兵抓贼，现在他当犯人让我抓，让他跑掉了，我不就输了？还有啊，他走了谁跟我玩呢？这个不如这样吧，你和我玩，你做犯人让我抓。好，王爷，那下官就陪你玩玩啊。那我就抓你了。嘿，你不走啊，你不走，我就抓到，你被我抓到了。好，抓到了。那你现在就是犯人，我开始审你。好，王爷，你就审吧啊。林本熙，为什么丰州现在遍地都是灾民？禀王爷，丰州今年遭遇灾情，民不聊生，所以灾民处处。这是谁都知道的，但朝廷不是拨了赈灾银了吗？承蒙皇上天恩浩荡，体恤下情，可区区100万两银子，实在是难解丰州之灾呀。那林大人，你是否想到什么措施去安顿那些灾民呢？实不相瞒，下官为了丰州真是费尽了心思。我在丰州划了一个灾民区，定期为他们发放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。我还让一些富商捐财捐物，以解灾民之苦。王爷请看，我为了丰州灾民一夜之间白了头啊。哇，真的很白呀。哎，那赈灾的灾银你有没有记录？没有，我都说我不会抓错你的，我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。好，王爷，既然你要记录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。真的？嘿，我抓到犯人了，我抓到犯人了，哈，我抓到犯人了。马上把账本送过来。是，王爷。哈，我抓到犯人了。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东西来。想不到林本熙玩游戏也挺认真的嘛。喂，大家麻利点，看看账本里有没有漏洞，让我可以早点为文香的爹找到证据，我就可以和文香早点回家了。
哎呀，这么多账簿，只有我们三个人查呀。况且我的算术……哎呀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文香的算术最棒，我请她过来查不就行了？她是丫鬟啊。我是王爷，这个丫鬟都不行吗？啊，对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哼，你没带脑子你！林本星竟然能把这些账本拿出来，还会留下证据让你去查？那，哼，还要找文香小姐过来，搞不好文香小姐的身份也抖露出来了。艾尔啊，你刚才好像是在骂我嘛？你是王爷，我不敢。王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这些账簿全都是假的，我们只有到外面取证打听才是正路。对，你们一起去找证据，快点回来。我们？是啊，难道我去啊？是。两位好心人，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！快起来吧！哦，大爷，你起来！大爷，起来吧！大爷，你住这儿吗？不，我本来住城郊的，因为干旱，农活干不下去，才到城里乞讨的。哎呀，可是刺史大人下了命令，大街上不能乞讨，还把我们赶到小巷子里呀。那他没有给你们钱吗？没有啊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们从京城来的。京城来的，京城来的，是不是能给我们伸冤呢？大爷，你有什么冤屈，尽管说出来吧。好，乡亲们，京城来人了，给我们做主的人来了，有人给我们伸冤了。快起来呀！出事了，我连家里最后一个孩子也保不住了，我死了算了。这都是林本熙做的孽呀。对，就是他克扣赈灾银两害死我们的。林本熙真是丧尽天良啊。林本熙是个贪官，他是个杀人凶手啊。是杀人凶手。艾尔，你别太激动，我们还要去找证据呢。证据，证据！那个孩子的死不是证据吗？那些快要死的灾民不是证据吗？对，灾民们说的都是事实，我们也看见了，可那不能当证据啊。林本熙是朝廷命官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我们拿什么扳倒他呀？你不是武功高强吗？对付这种贪官，为民除害，你一刀杀死他算了吗？艾尔，你也是宫里出来的，什么是法纪你应该很清楚啊。而且找证据是你跟王爷提起的，怎么你说话？是啊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至少我不像你，该说的不说，该做的也不做。我知道你话里的意思，可有些话我真的不能说。就好像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，岸边的树只能静静地注视它，他们可能已经互相看了100年、1000年，可也只能是看着，永远不会有交叉点。可能你是那条河，我就是那些岸上的树，我注视着你，向往着你，可我们永远不能在一起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
聪明。对，我说的是你。真是不要吵了，你们快点想想办法，怎么样找到林本熙的证据嘛？对对对对嘛，你们说的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其实光凭这东西，那肯定是不够的呀。这些难民都是一些平民百姓，他们手里不会有什么证据的。我们还是得从其他人那里入手。什么人呢？废话，我要知道就去找了，我还在这儿干着急呀。狂妄，实在狂妄。皇上，您息怒啊，这万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，龙体要紧呐。哼，什么混账东西，问题多已经不说了，朕本着睦邻友好，几次对他忍让，他们却图谋不轨，多次派人偷偷入关，这分明是没把天朝放在眼里吗？哎呦喂，皇上呐，你把奴才给吓死了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吐蕃吗？这在咱们天朝脚下，他们不就是一只小蚂蚁吗？吐蕃朕不怕他，朕担心的是景浩。哎呦，哎呦喂，这九皇子他们刚刚到了边关的丰州，这哎呀，哎呦喂，景浩一路走来，虽然凭他的机智破了不少案子为民造福，可安义王的名声已传播四海，名震八方，朕担心的是他被吐蕃盯上了。皇上，那马上把他给召回来呀。景浩此去是为了替柳文香他爹翻案，他已经到了丰州，他能回来吗？这也是啊。万公公，奴才在。你马上传朕口谕，让密探们一则密切注意吐蕃的动向，二则保护好景浩，不允许出任何差错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搅他们办事。奴才遵旨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啊，老天爷呀，老天爷，请你保护好浩儿，让他福至心灵，逢凶化吉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景浩，好样的，你别让父王担忧啊。露西啊，他们几个在忙着查树吧？回大人，他们好像对树部不感兴趣，这个安义王有点怪，整天呆着没事就看蚂蚁。看蚂蚁？大人，依小人看，他这是在装疯卖傻，看蚂蚁说不定是掩饰他们的行动。这个我知道，就凭他们几个又能怎么样？大人呢，可他毕竟是王爷，搞不好会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。依我看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给……鲁西，这个不用你担心。此话说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我就不相信他们几个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。我再告诉你，这个安义王可是皇上的宝贝儿子。那大人的意思是，有他作为我的人质，我何愁大事不成？哎呦，还是大人想得周到啊，大人英明啊。好了好了，这段时间我也不想节外生枝，你好生看着他们就是了。是，小人这就去了。哎呦，小姐。爹。哦，是女儿啊，什么事？爹，那个安义王他……安义王怎么了？女儿听说他一路过来，在蒲州、汾州还有朔州破了不少案子呢，他这回到这儿来会不会……爹自有打算。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爹很忙啊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啊。爹，爹。啊，你哭了？你为什么哭啊？哦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林家的小姐了。我是安义王，
我来你家做客的。不过你不用怕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你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你就说出来嘛，我会帮你的。别哭嘛。你把我们小姐弄哭了。不是，是你家小姐自己哭的。不是，你就趁机趁她便宜向她卡哟。哇，你不是，哎呀，小翠，不是的，这是王爷的事，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，我不管，总之你把他弄哭就要把他弄笑。快点，去玩。小翠，你认识那个王爷的吧？哦，你说，那个傻傻的人是吧？认识啊，好像叫安乙王，哈哈，我还跟他玩过牙差抓犯人呢。哦，哎呀，小姐，我告诉你哦，那个叫安乙王的人哦，傻傻的。哎，不过还挺好玩的。下次如果我们觉得很无聊的话，可以叫他一起玩。小翠，他是王爷，在他面前不可以那么没规矩的。哦。还有啊，我们以后跟他不要再玩得那么疯了。我们可要保持少女的矜持。哦，可是，明明今天玩得最疯的就是小姐你哦。你还说哦，小翠知道了，小姐喜欢王爷。你说什么呀？王爷，女生爱男生，羞羞脸。你还说，我打你啊！那有什么关系啊？王爷，我好喜欢你，我是小姐，我好喜欢你，而且我好喜欢。不许说，我打你啊！不许说了，哎，我好喜欢你，死丫头，我打你啊！不许说，我喜欢你，不许说。哎，艾尔，你看，他们在那边。美婷，什么时候跟人家那么熟了？王爷，美婷，王爷，美婷，你弹琴弹得真好听。谢谢王爷夸奖。如果我可以跟你学弹琴就好了。可是我学艺未精，恐怕……哦，别怕。其实只要你有5分的功力啊，我就心满意足啦。王爷，那你先拨每一条弦线，听一下音准吧。啊！哎呀，王爷，手轻点儿。是这样。啊。小姐，那个驯鹿会熏到你，哎，我帮你移开哦。啊。感觉有很多烟呢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小翠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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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，我魔爷他就这样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你让我先看一下撞到哪儿了吗？你让我看一下吗？都是你的，弹什么破琴，害人家撞到头。我学琴都是为了弹给你听的嘛。谁要听你弹啊？难听死了！你给我看一下，你撞到哪儿了？你让我看一下嘛。哎，就看一下。我娘说，头不能随便给男生看的。你看着我的头，我要你赔，我要你赔。赔什么呀？我赔。你不赔，我要告诉我娘。我娘死了。他娘贵姓？弹琴，弹琴，弹你个头！哎呦，真的弹到头了。文香小姐，这个法子管用吗？管用啊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秘方呢。祖传秘方会越治越疼的。还是用这个吧，来。行吗？当然行了，来，你试一下。哎呦！烫啊，好烫啊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呀、有什么好笑的？哎呀，有的人呐。我知道了，你是看我这么狼狈，故意落井下石。有的人呢，放着好好的人不要，非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，有什么法子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最清楚啦。哎，看到人家呢，对人家凶巴巴的；可看到人家对别的女孩子好，心里就吃醋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糗啊！胡说，他是一个傻子，我干嘛要吃他的醋啊？吃没吃醋，你心里最明白了。你看，都写在这儿了，醋哟。咦，我来喽！苹果来喽，橘子来喽，苹果来喽，橘子来喽，我来。苹果来了，橘子来了，哦，哈，苹果，你搞什么鬼？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对不起，老爷。你要干什么？老爷饶命，我什么都听不到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老爷不要。喂喂，你放手啊，放手啊，你干什么、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有没有弄伤你啊？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受伤、我帮你、你又看人家头，又看人家脖子，你好色哦。我不是色，我只是关心你嘛。你不要了、让我捏一下嘛。原来这个傻王爷喜欢抢醋。不要了。哎呀，我帮你捏一捏嘛。哎呀，过来啊，帮我捏一下嘛。哎呀，不要，哎呀，你过来让我帮你捏一下而已啦，听话。听话吗、什么玩意儿王爷，你喜欢这个小翠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下官以后就让小翠伺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把小翠送给我？那当然喽，我可以马上带她走。只要王爷喜欢，怎么样都可以。好，我可以带小翠回京了。我可以带小翠回京了，我可以带小翠回京了。怎么了？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你找到林本熙贪污的证据了？不是，是他的脚。
脚？嗯，我发现他的脚啊有很大的问题。当然有问题了，他是瘸子嘛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嘛。哎，我今天早上端着那个水果给小姐的时候呢，走在路上竟然碰到了林本希。你知道我碰到他有多害怕？于是就把托盘咕咚一声掉在地上，那些苹果橘子咕噜咕噜滚到他脚下。你猜他怎么着？嗯，他摔了一跤。他跳过去了。啊，瘸子也会跳啊。嗯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，我觉得这里面呢大有文章。嗯，听说你要和王毅回京了。别提了，他呀，他很色。哎，这王毅是有点傻，可是一向是正人君子啊，不会色吧？爹。哦，哈哈，是女儿啊。爹啊，王爷他真的要走吗？哦，王爷确实要走了，他还把那个傻丫头小翠给我要去了。小翠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美婷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你怎么今天突然关心起王爷来了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关心爹你嘛。就你那点心思啊，爹还看不出来。那个傻王爷就喜欢像傻丫头小翠儿那样的人，你就不要费心思了。爹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回房间了。哎，你二家的心事啊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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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慌张张的，什么事啊？那个安逸王爷他要走了。这事我早就知道。那我们手里的王牌不就没了吗？本来我的计划里就没有他，他走了更好，省得我每天陪着傻小子浪费时间。